片子呢，又摔没了。啊？哦，是你啊？你早就知道我在岸上有吼。啊，你吼我了是吧？因为导演设计是我在船中间，然后小兔崽子是隔岸打你，结果打到我了。哦，隔岸打我，挺准的。所以你不准，不准，所以打到我。对，咱们现在面对着一帮小兔崽子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感情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包哎。是是，跟着船是是是个怂包。这所以在官家面前失了仪，就结结巴巴，连个话都说不清楚。结结巴巴说老师放了个屁。那是因为放了个屁。所以你说只是结巴，只是结巴，还有点别的事吧？对，你说嗯，只是结巴吗？颜面好像还有点别的事吧？完了，哎呀，我们不提这个，不提这个。满头一倒，哎，颜面尽失，颜面尽失。但他那船，我还是让他划速度快点，这样你一直保着那种保持那种小辫儿的说话的感觉。好，不是精神。你那个就有没有一个眼镜儿给他就是那个？好，你这边有镜头。啊，对对对。呀，是有点晕。对对对，你就体会这样的一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贯穿着你的走路方式。就是即便你眼睛好了，你的走路方式不一定马上好，然后就是还是得再瘦点哈。我肯定的，我这持续在减。